我是问，今年32岁。我在10年前的时候接下了我爸的事业，30年前自己创了一个品牌叫茶之堂。我觉得商品是很单纯的，也是很比较浅的。做出任何一个东西，它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他想要传达给消费者的理念跟想法。关怀的东西对来讲蛮重要的，关怀这个土地上面的这些老农夫啊，他们有没有被照顾啊，被成就。台北看起来是很杂，感觉大家都做自己的事情，然后好像漠不关心彼此。但现在我就创立了很多的空间，是透过这些空间在关心所有来的人。台北离山跟海又很近，就开个车可能20分钟就可以到阳明山，然后开个30分钟就到淡水，甚至到东北角宜兰，其实现在都很快，所以台北是一个很幸福的地方。不管要去哪里，按照自己的步调，喜欢什么风格，生活想要是什么，台北随时都有很多的选择。好好的工作，注重生活每一个细节，然后好好生活，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，对我来说，这就是美好生活。